富邦的球很快来到前场，工程师这边还是采取人盯人的防守，打手犯规吹在高国豪身上，辛特利要上罚球线，对，罚三球。哦，其实郭曾祥军在做掩护，所以这个系列赛其实用了非常多联盟当中少见的，并非一套先发到底的一个球队，所以云豪要适时的让自己保留在球场上比较重要。对，哇，好球，好球，禁区里面的空切 ，Perry Jones 跟辛特利连上线，辛特利这是双方的第一个 field goal， 五比。掩护之后，辛特利面对郭少杰，把对方给架开，曾祥军再回一个掩护。外线出手的是辛特利，做冠军系列赛第11个三分。哦，祥军这几场的比赛的一个送给超道。另外，曾祥军也替换了两次犯规的曾文鼎。回马枪 ，Mike 再把球要回来，三分外线弧顶一次开炮。哇，这已经是两次曾祥军利用自己的 handoff 帮辛特利找到三分线的空档了，水路的一个得分哦，其他真的可以分担掉辛巴一些在球场上的一个体力消耗的一个情况。辛特利继第一节的十一分之后再度开火，又回到个位数的九分差。掩护之后是辛特利的中距离，很轻松。哇，在这个冠军赛的一个训练上面，我觉得辛特利做了很多跟自己中竹北妈妈的最爱。好球，辛特利把这两分给抛进，得分也来到20以上。高国豪难度很高的一次出手没有。哇哦，这球巫师的出力有点大了。哦，而且造成两边的火气。对，为之后的罚球。嗯，不过联盟也有谈到，在所谓下一个赛季会不会让所谓六次朱云豪或者巫师上来帮他做掩护。暂停之后，辛特利也回来。辛特利要去打这个宋宇轩。宋宇轩把快掉的球再捡起来，哇哇，又是对方的加压防守，张宗宪干扰了对方的传球，哇，曾祥军球进算。